老婆，刚才有一个人给我发了一张照片。什么照片啊？你们两个的亲密照，两个人离得那么近。不可能，那肯定不是我，麻烦我看看。九儿，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是不是你，我还认不出来吗？啊？老公，我看是不是你啊？爸。